民进党立委蔡宜瑜助理遭爆买春渣男，该名助理外表文青，颇具文采，但与他熟悉的有人先黑幕，指该名助理大选前与议员参选人一起买春，偏爱大奶妹，应酬时也叫传播妹助兴，还去炫耀什么台湾的，然后反正就是讲了他们战绩这样子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超恶。荒唐淫乱遭论及婚嫁女友发现，他马上认错求饶，女友选择原谅却换来糊弄，要求先分居一年再结婚，令女友切心提分手。你看他的脸书啊，跟这么多政治人物，或者他的生活上这么风光，可是他就是一个会买车啊，会这样子玩弄别人的人啊。然后他之前他在见人家拍什么，都跟谁拍什么性爱影片，我朋友还撒谎的帮他删掉，叫他要藏好，不可以外流什么的，这很严重。We'll be right back.